今天给大家爆料一个淘宝购物的秘密。其实啊，绝大部分的淘宝商品都是有隐藏的优惠券，商家一般都是为了冲销量、冲排名，发放隐藏优惠券。这些优惠券在店铺是看不到的，它只能通过特殊渠道发放。那要怎样领取大额的优惠券以及返利呢？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优惠返利机器人。首先，我们需要微信添加这个机器人为好友，如果添加好了，我们就现在就开始演示。比如，今天我需要购买一个洗面奶。我们就给机器人发送"搜索洗面奶"，注意啊，是搜索两个字，再加上你们想要的东西。想要洗面奶就输入"搜索洗面奶"，机器人会把有优惠的洗面奶信息反馈给我们。我们点一下机器人发的这个链接，就可以看到很多洗面奶优惠券以及优惠力度。比如这款妮维雅的品牌洗面奶，它有15元的优惠券。我们点击领取优惠券，点一键复制，随后我们打开手机淘宝，就会自动弹出我们刚刚领的优惠券，点击立即领券。就能以34块钱的优惠价格买下了。如果说机器人推荐的宝贝没有我们喜欢的怎么办？我们也可以打开淘宝进去搜索，比如说数据线吧，我们点销量领先，一般销量很高的东西都不会差。我们随便点排在第一个的宝贝，这是单价9.8包邮，已经非常便宜了，是吧？那么还能更便宜吗？咱们右上角的分享按钮点一下，再点击复制链接，复制成功后，我们再返回微信。把这条复制信息发给机器人，机器人会自动搜索这款产品有没有优惠券，具体有多少，咱们再把机器人发的消息复制一下，然后打开淘宝，会自动弹出优惠券链接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条本是9.8的数据线，咱们现在只需要以6.8包邮的价格就可以买到，是不是很划算呢？赶快通过视频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机器人为好友吧，省钱就是赚了钱哦。